错灵魂，我只是在找自己一个适合的空间这样子。其实每对夫妻都会难免有一点问题，但是就是要一直沟通，我们去家事法庭处理一些家事这样子，那细节的部分我就一定会再跟大家讲。哦，那之前有一个就是今天啦，有一个演艺圈的好朋友好像说你已经有在找房子了。对那你现在该不会是要去看房子吧？对，我要去看房子，因为其实之前房子就在找了啦。嗯，对，因为没有，其实一直以来我们有时候就会想要去看一些物件，就是我和佩佩两个人都有在做一些，就是想要看看有没有适合的，想要买这样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。哦，所以你现在离婚就是要自己住吗？搬出来自己住？我没有说我离婚啦，我没有说我离婚，我只是在找自己一个适合的空间这样子。其实每对夫妻都会难免有一点问题，但是就是要一直沟通，就是长时间的都要一直做一些沟通跟磨合这样子。嗯，对，那也不是说一直在谈离婚。嗯，对，谢谢你。